拍多可以切一点点，没有问题。好，对，拍照拍照，拍完了，新年快乐，谢谢。哇，新年快乐 ，Madam。今天呢，我们来到台湾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地花街，因为过年的时间嘛，好好的享受这个感觉，因为。在土耳其没有嘛，国外没有，所以在台湾我们真的可以让他们享受很不一样的过年气息。我们先进去慢慢的开始走进去看看，今天晚上真的是很是晒缤纷的，你们看，这里就是地花街，全台湾应该是现在最热闹的地方吧。我们已经开始拍照片了。啥了那几天 Hello， 你们好。Hello， 买什么啊，甜甜圈啊！来来来，今天吃，今天喝，谢谢谢谢谢谢，好吃的，谢谢，快张张，来来来来，不要太多，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两个两个，台湾人情味马上出现了，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阿拉卡拉，这边的老板非常的大方，一进来马上请我们吃一个甜甜圈，谢谢。这里我刚刚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算是中国文化，刀疗。How is it? How is the feeling? 要不要体验看看？ Really? I've been studying for 7 years. 7 years, you're studying for this? Yeah. Amazing. Hi. I was scared at her, but I trust her. Really? Because she's Canadian. Okay, you're from Canada. I'm from France. And you're from? France. France. My family is from Turkey. 本地的名人，咖啡贵不嘞？说真的，我来台湾这么久，我从来都没体验过这个。我妹妹第一次要体验。所以完全不知道会痛吗？还是不痛吗？完全不知道。妹妹很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很痛啊？还没开始。她说还没有开始。哈哈哈。사랑하다말씀하시면좋겠습니다마치생겨주신사람하되하되보겠습니다。我妹妹的肉太多，可以切一点点，没有问题啊。我帮妹妹拍照片好了。好。让她好好的享受这个中国文化。이메예나자타세비오는마사지야Kardeşim dedim eti bol dedim kesebilirsiniz. Nasıl anne? Döner gibi kesiyorlar anneyi. Türkçe salayı mı? Ayo. Yenler siz çıka. Bu çocuk çıka. Davul ya. It's good. Yeah. 还不错哎，我也第一次体验，还很好哦。哎，真的不错哎。对啊，所以你要不要试？哦，我跟你讲，匕首还更有力，对对对，还有那种细细的感觉，还不错。哎，真的。See, I know. It's much better than the hands. Well, okay. Really, Stephen. 真的。To be truthful, you need to know the technique for the hand massage. Okay, yeah. You really have the technique. I have 15 years of practicing a different style of massages. You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s, it's worth spending money for.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 you're wasting money. But why you are learning in Taiwan? Well, I started learning in different places. I started my journey to like learning Thai massage, and then I went towards more shiatsu. When I made my way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like qigong. Okay. And I found so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All right, Taiwan is nice. Taiwan is fun, and you learn a lot of things. It's good. Enjoy. Enjoy. 谢谢你 ，merci beaucoup. Ça fait plaisir. 好可爱哦。Yalnız bakalım Sara, 刚刚的那个感觉。Massage çok harikaydı. Vallahi de. Kolum açıldı vallahi. Ciddi misin? Gerçekten güzel. Çok mahal. Biraz şu boyu dönden daha bir acıma oldu. Ben de kaslarım çok gergin oldu. 哎，这里有一个柿饼，我最喜欢的柿饼。这个大姐我算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她很久了。Hello， 我就是说我要来这里嘛。对。每年的过年，我一定来这里，一定要买最好吃的柿饼。Vallahi çok güzel. O meme, o meme. Meme ya. Çok güzel sağ ol. Kurban. Ben buraya her sene geliyorum. Alıyorum. Boyan var. Ne ki? 这些白色的可以放在冰库里面吗？那个白色你不要买，那个白色的要炖鸡的啦。啊，炖鸡的嘛。你要吃的，我挑白色可以吃的给你。哪一个？我挑给你。你可以帮我挑一下吗？这个是什么？这个荆棘啊。荆棘哦。好吃的。荆棘。再去吃葡萄干了。为了环保，各位，你们也是要跟我一样，带自己的背包，买的东西就可以放进去里面比较好。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垃圾，这样子，咋的？好，不给嘛，给，先给你们，这样很好。好，拜拜。拜拜，谢谢你们。好好吃，真的好好吃，超级热闹。咋的？棒棒棒棒棒，有料水。
我看到没看到还有什么？哇，这里有芦苇，好多好多的芦苇。哎，你好，导给你了。我试试看看。哇塞！在台湾过年一定要体验这个。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新年恭喜！谢谢你哦。我台湾人他没错啊。MIT， 那个我妹妹要让她体验一下。一、二、三，耶！就中了100块，那我们可以再试一条吧。什么又来了？天哪，再中一个了，连续中了两次。天哪，太夸张了，连续三次。我们现在要看看一个200块的，因为他们运气太好了，中了三次。最后呢，我们再玩一个，但是没有中没有关系，都是好玩的了，不要太过度就好了，就是开心快乐，就是享受过年的气息。这个很有趣，拍卖拍卖很有趣，非常赛季的拍卖方式。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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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觉得今年哦，刚好是猪年吧，诸事如意，这个要买一个，所以3100块嘛。好啊，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我看看，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适合今年？啊，找到真爱，这个不用了，我已经结婚了，这个我不用了，我已经找到我的老婆了，这个不用。Hi，Hello。我现在看到前面有一个玩游戏的地方，在这边呢，让我外甥玩一下好了。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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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哦，我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好好玩，好好玩，耶！加油，加油，加油！啊，你把枪射妹妹！哎呦，妹妹有一点，妹妹有一点，一个娃娃。哎，妹妹好厉害耶！哎。哎呦，哎呦。妹妹太过分了，一直都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哎，你们看，全部都是妹妹中了，好多好多的娃娃，小小的玩具，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把这些给我女儿，她一定会很开心。那个是什么？这个是遗书。什么？黄金遗书。黄金遗书。在家里配茶配酒，非常合适。哎，多少钱？130。我老婆也喜欢这个，还有这里有很多拜拜的朋友，当然过年一定要拜拜嘛。这边还有一个大的湖，希望大家的梦想会成真。新年快乐！好可爱！我天哪，台湾人太热情了，每个地方有很多的试吃，一直吃一直吃。有些人想要请我，但是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想要花一点钱。哎，当然你要支持一下本土的经济嘛，然后就是要买东西买回家，让大家开心快乐。因为在台湾，我也觉得过年嘛，不仅岁数一样，跟大家一样，我也想要跟这个家人团圆，开心快乐，平安。地花街还蛮长的哦，我们先到了一半，看不到尾巴了，超多人。哎，你要给你要怎么？那不是为了啥了？上了手都就干了，尿了就下线，你已经没了。
板块，我们去吧。这些是妹妹想要帮他们朋友买的礼物，算是台湾的伴手礼。他要回去土耳其之后呢，把这些给请他的朋友们吃，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喜欢。来自台湾的甜味，我的背包越来越多东西了，已经满了。还好还好，轻轻的。哎，拍照，来，一二三，耶！隔壁嘛，你大的吗？刚刚是隔壁在这里签名照，我在隔壁的旁边，好不好？请那个吴宝，周文杰的签名，我的签名刚好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变成兄弟了，谢谢你们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我给我外甥好了，那边签一个，现在在这里签一个，哪里？这里，这边好了。好，快坐快坐。天哪，一开始签名，继续要签下去哦。这边嘛，马上。帅哥，大哥，请说。那我们加一下。好，等一下，等一下。新年快乐！一进来，我们要包包离开的样子哦。好多热心的朋友在一起签名。嗨，谢谢你们哦。嗨，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好了，不能不能，没想到了。谢谢，我是，不是太多了 ，Oh my god！ 新年快乐，谢谢。哇。天哪，妹妹会很惊讶说：“天哪，我哥哥也是太有名了吧？”我妹妹从来都没有喝过甘蔗汁，这个是她在台湾喝的，她人生第一杯。老师，感觉哦，好好喝耶！家人们，谢谢，爸爸，新年快乐！哇塞，这是什么？这个松果脆片超好吃的，这个是什么？松果脆片。烘干非油炸，是炸的吗？苹果非油炸，所以不是炸的。那个是好吃的。管不完，超多东西。可以来来来来来，真的离不开这里，超多的粉丝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来一二三，哦耶！好了，真的超好玩。每次有这么多的粉丝，说真的，迪化街变成一个嘉年华的地方。那现在呢，刚好没有人的时候，可以跟我妹妹聊天一下。来来来，查了，안녕하세요 ，Ortam nasıl 的？迪化街。Ortam çok güzeldi, çok renkliydi. Değişik tatlar denedik. Sağ olsun, Tayvan halkı çok güzel bize ikramlarını yaptılar. Çok mutlu olduk. Güzel bir gün geçirdik. Güzel bir geceydi. Yakışıklı, sen beğendin ortamı? Çin kültürü, yemekler. 今天我也是非常开心，让他们体验迪化街的文化，中华文化的特色，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那去年我来这里的时候是白天，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第二个女儿。那今天呢，我就是跟着我的家人，妹妹跟外甥一起来这边，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很棒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天。但是老婆没有办法陪我，因为她在家里，陪我的小女儿跟 Ikim。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下次跟他们一起来，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这边的人情味。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什么？哦，还有粉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的结尾嘛，拜拜！哇，你们看到的粉丝非常的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请期待下一个影片，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下次见！祝你们祝年快乐，万事如意，步步高升，恭喜发财，平安快乐健康，拜拜！